我又弹起来，你打我又弹起来。我们现在就看王峰在这场比赛当中怎么去表演，枪挑一挑，就是太明显，身轻漂亮，云中再来，豪气出云天，外练筋骨皮，漂亮，你看，内练一口气，刚柔又是太明显，低头我们心中，我们就想，伊犁品质和技术上也不错。所有参加千万比赛的选手，他们对头部的防守非常严密。是，所以不能说就是连着三场比赛，两个字先加摆拳。你看现在全面对，然后强那个技术确实很强。中华有神功，清风剑在手，换一条腿，双刀第二局看走，行家不能把体能完全交给就只有没有，好是两扇门，非常脚下表演赛。我们中华武术，你怎么看我又弹起来了？你打我又弹，好，又。